我是小泡花的弟弟，我叫荷叶。我可是一个男子汉，你看我这身体多强壮，这是为了保护姐姐，将来不让她受欺负。你们能认出谁是我吗？认出我了吗？我是不是更强壮了？也更加好看了。现在我的任务就是睡睡睡。吃吃吃。我现在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不是我的高光时刻哟。这日渐劈叉的双眼，是因为我想看得更开。